谈谈你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臭棋和恶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今天我们请的嘉宾是胡伟健。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天天国际频道的胡伟健，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节目中跟刘老师一起为大家摆谱。今天带来的是我的一盘网络对局，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吧。好，这盘棋我执黑，白棋是一个往上一个六段棋手。这盘棋下可能比较快一点，是三十秒一步的快棋。哦，这种那可以正好是，锻炼感觉。锻炼感觉吧，然后可能计算方面可能要那个一些。这种迷你中国流意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实战它走在高位，这种在低位分头的好像多一点。对，但是它实战走在高位，走在高位可能要少见一点吧。是，这种。这个棋最早啊，反正我们是在那个是哪里看到的呢？是在内来伟啊，内来伟跟那个曹英玄跟李昌镐在当时的国手战中间下过，当时半决赛他赢了那个他当时他是刚到韩国去的，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你应该有印象，当时他挑战曹英玄的时候拿了冠军嘛，当时是半决赛，他是对李昌镐，他对李昌镐呢，他就走的一个高位，那个时候是新。然后为什么走高位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把这个变化都研究透了，知道吧？他当时就觉得，跟李昌镐这样下，这种选手下，都是这样去下的话，他很难赢，所以他变招。在当时，你应该有印象。这个棋谱可能没有太大印象，但是这个事情也有印象。是吧？这个棋谱没有那个。那个时候，另外说一下，那个时候列来伟后来夺冠了之后还是很轰动，对吧？嗯。包括我们中央电视台也好，很多媒体也好，都来进行了一个专访。但好像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夺冠的时候，天元频道成立没有？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是吧？那个很早了。是比较早。嗯。就高位，我也不知道怎么。但是这个高位，我觉得还是，只能说是一个尝试，因为高位啊，它对目不好。他如果这样去在天上去拆的话，肯定效果不好。可能照顾对中府发展，可能要有一些 对这个控，肯定要差一点。是。实际上也是他也是这么下的。嗯。他继续灌这上面。灌着他意图。灌着他意图。然后我就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就是简单的把脚踩一下。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的话很容易把握。然后他继续贯彻这种走发展中府的一个意图。嗯，我就比较普通的就挂个脚。这个棋啊，像这样的棋啊，我建议你啊，就是这个像这样的棋你要注意安全呐、啊，你要么就把它补一个。这个棋啊。这步棋是很稳健的，以后保留拆三挂角，你要想一下积极的跳起来，把这两个子的问题啊把它暴露出来。其实啊，这是从一个宏观来说啊，什么样呢？什么一个宏观呢？就是我来牵制这两个子的时候，请你看看，这个虽然有打入，但实际上这个打入是不严厉的，对不对？间接的保护他嘛。这步棋呢，我就担心你啊，最后步入了你不擅长的一个局面什么的，就是作战。你像你的其实应该比较稳健的一个风格，对吧？那控可能要敏感一点，对那个作战。对，你看这要是我打进去，你是不是很为难？这个不太好应，是吧？所以说这个棋挂的时候不好兼顾，对，脚和边不好兼顾。然后他还是实际上还是比较稳健，给我就把这个定子走完。可能三十秒啊，双方下的就是说都看不清，对，太清，都比较稳。然后这个时候他应该打入吧，我感觉还是应该打入，对，这应该慢一点，应该打入。但是他实战就逼了一个，就是实际上就帮我把这个补，还是补的高，这个棋应该还是补的高。对，虽然我就是怕他那个，就是可能稍微稳了一点。哦，这个时候好像效率也低。这个棋效率感觉也低吧？这个脚可能是要拦，可能晚一点，但是正常应该走上、因为你走这样以后，这个棋正过来有很多借用。不妨大家来看一看。如果要是不走的话呢，这有个靠，一般他一断就出棋了。如果说你顶的话，这两手叫你恶手。恶手，然后对对。不过差不多，对胜负来说，对你们的水平来说，我觉得还早。
然后他打入了，边上就打入，这你毕竟还是，还是欠一口气。对。然后我拖这种正常的，这种打入好像可以跳出来吧？要我下，我就肯定是跳出来，可能跳出来。对，这个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低嘛，我跳出来之后，我跟你作战，作战。因为我这都比较稳健嘛，现在比较稳健，都还是比较扎实的那种。你拖也可以，拖这个条条道路通罗马，并不是有一条路，它是最正确的。所以说，这有一位棋手啊，是最近我看的一位棋手，在博客上面还是在网上面下讲围棋，他就说呢，他说他评价这个围棋什么呢？这个围棋啊，他说很有意思什么呢？它是一个没有正解的，没有正解的游戏。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对吧？就是说什么叫没有正极，是不是？这个地方我当时也想了一下，跳出来的话没有太大的那个对这个作战呢，这个没有太大的把握，不知道会走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个拖的话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就还是可以想得到，是吧？还是可以想得到，因为这个变化有就那么几种。我是在那打接，然后他接这个，你这个想法是不求无功，是吧？不求有过，是吧？不求有过，反正这问题不是，当然肯定就是大局上看肯定有些问题，但是局部对一个脚上来说应该是没有那个，没有太大的那个，然后他接上。实际上我这个时候是因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打刺，一个是挡住，就说哪一种要这个局面下哪一种要好一点。哦，这个局面下呢，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我用肯定的字眼来说，这个棋要爬过。为什么呢？因为这步棋，我之所以用肯定，一般情况下我不敢用肯定这个词，因为这个棋是绝对的，要往这儿下，走过来跳出来之后，这个字你要有根牵制它。如果说往这儿打呢，它一逆，你再挡住，它一拐你扳住。这个棋如果贴下来之后，你再打刺的话呢，它先手啊，走后，然后呢，它还可以取得全局的什么呢？控制权。这个先手权利我们就称为控制权。你要说现在你还没攻到我，我再往这样打你怎么办？对不对？实战都说是实战。所以说这个棋呢，你走这里来贴，那你就可以很有效的控制它，它就不敢打入。特别受牵制，然后对。他这么走的话，我看脚上也有些木数吧，塌了也有些木数，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我说肯定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微妙的一种联系呢，并不是绝对的，知道吧？我说肯定是以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局面下，应该是那个，因为这明显有个打入。明显不打入，他实战也是打入了，他打入比较难受一点，这个脚上的空也不好走，然后这个子也比较孤立，然后他这边走了以后，这边比较厚实了。这个棋要学会一个转换，学会一个转换，这个棋就对这个打入，对这个打入的威胁呢，就是可以降低到最小。什么呢？就是可以降到这样来。如果说他点的话呢，你可以考虑粘住。他给他把这个脚掏掉，然后把这边。来掏这个，我管你不来掏这个走过来。这种想法，这个想法白棋便宜。那么说呢，那如果你不想，你就走这。走这，那让他爬过来，然后你粘吧。他肯定要拖的。他拖到这儿，然后你再一虎。那个你上到这边。对，还是掏了，然后这边也伤了。对，这个棋也是比较难解的，这个难解，因为有可能它气和往上一般，你这块棋还要收光，对吧？这种作战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吧。是的，比较难，实战没有选择这种，跳出来，就把头先出来，然后他也没有去掏脚，他也顺着跳。让联络的一个感觉在里面，然后我就这种
读了一所，然后你的目的是想两边牵制它，想分段，如果你连起来这个就不好控制，所以说我就他就一套，然后我压了他一手，压了一手也是贯彻这种分段的意图吧。哎，你这个攻击啊，让我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一个鼓励的这种风格，鼓励的攻击啊，是一个很绝对的一种下法。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去年呢、啊，去年我们湖北舰呢、啊，成功的那个从那个初化策划是吧？后来呢，成功的组织了一个叫“一万三杯”的一个长浩和古力的三番棋对决，对吧？嗯。当时是在广州进行的，是吧？在广州下的。这个比赛呢，因为刚开始谈这个比赛的意向的时候，你就跟我透露过，对吧？嗯。后来我真没想到，就是说湖北舰呢，就一手啊，一手从意向开始，一直把这个比赛办下来，办成功。那是几月份的？那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啊，七月份。后来办比赛是几月份？九月份。七月份办比赛。啊，初步谈的时候大概四五月份。啊，对。所以说我觉得是很有效率。然后呢，当时呢，你是几乎是零距离的接触了古力和长浩，对吧？嗯。还有就是说，包括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还有就是说他们下棋的时候，你也是在，对局室里面。对局室。别人棋迷呢，只能说看大盘讲解，或者就是说，在网络上面看直播。你是直接在对局室看，嗯，可能你当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嗯，那个气氛不一样，气氛跟平时下棋啊，或者平时在网上看棋啊，看有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一种感觉吧，这种对局室的这种气氛吧，棋手那个，看着棋手的表情啊、落子的姿势啊，然后各方面的这个整个那个气氛，就是不是又感觉到你的棋又进步了一点？反正心里好像有比较有信心了吧，信心更足一些吧。就是说，就是虚的东西吧。你说，胡伟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能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高水平的比赛啊，对吧？嗯，你可能就无形中会提高。其实呢，你说这个话呢，就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想起为什么很多职业选手都梦寐以求，当时在学棋的时候都想作为那种挑战赛的记录员。为什么呢？因为啊，当他们俩就是高手去下棋的时候，你坐在旁边做记录，其实也会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如果我这样下会怎么样呢，对吧？但是呢，往往呢，在看现在用电脑或者看直播，他那种感觉啊，感觉不一样，是感觉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那种意识不能让自己强行置入当时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不要看见，哎，如果我这样走会怎么样，是吧？嗯，那种强烈的那种反差，让你的思维模式都不一样，是，对吧？所以说呢，你可能也继承了那种古力的一种风格，是吧？不是，因为现在你单纯的守的话，不好守，但是只能以所以说这种攻击呢，这种攻击呢也是很高级的攻击，就当然也是首先是一个比较冒险的攻击，就是说把对方放出去，对吧？然后再坐回来，是不是？这两块棋反正都有毛病嘛，都很薄，就是很有意境，这种棋下的很有味道。后面的后续的一些手段可能不是很到位，是吧？但是这个思路是好，我们来摆两步看一下，最后这个棋他退一个，他这个肯定不能让我搬下去，他肯定要退一个。好，现在先打住，嗯，我们先卖个关子给棋迷朋友。现在呢，我们呢中场稍事休息，大家呢来看一看胡伟健呢。感受亲民感受了古力的强大，然后呢他也在模仿你一步一步的靠往前进。那么说呢，现在呢这个局面请大家来看一看，现在龙黑象怎么走是能贯彻黑棋的意图和达到他的目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现在呢我们回到主题，我们接上半场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黑棋走哪里能贯彻刚才捉放的一种目的性，对吧？嗯，刚才这个目的性实际上是想缠绕，对吧？分段这两块棋吧。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胡伟健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实际上我是
实际上我是飞出来的。哦，好像肩也可以分段，但是这两首其实就是你能不能阐述一下这个飞的一个目的性呢？或者它的一个作用比这个跟这个肩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就是说，未来的就是说你预测的，为自己有一两种那种变化，就应对的方案，你不能说我找到这儿，你找完了我再找，那不行，对吧？就说我肩的话，他可能就是在这一局部他先不硬了，然后去转头去碰这两个字，或者是处理这块或者怎么样，可能多半是他要转过头去那个。因为我这里就说对他两块棋虽然有影响，但是不是特别大。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就大呢？就是我是意识到他肯定要冲直接断，直接冲断，就是等他来把我断了，然后我再根据他的那个走法，然后再决定我怎么处理。因为尖的话，我怕他就腾出手来，然后去，因为我这两个子也是有问题的，他这边跳出头了，然后这边还是比较厚，然后他转过头来去攻击我这两个子，可能怕他不太好处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会见给大家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呢，他就说已经预测到了对方要冲断，这棋呢，我只能说，你比算命的要准一点。你如果说你现在做记者来说的话，是绝对低估你了。你要做一个算命先生的话，那是很有这个预测一下股市什么时候到最低点，是吧？预测一下什么时候我们金融风暴的危机什么时候过去，对吧？现在呢，这个棋呢，我们会见它是用一种，我的感觉是用一种局后的方式来体会的，这当时也是一种下棋乐趣，就是很多棋友啊，总是把对方往臭的地方想，就是说哪里不行，他就想哪里，哎，我走这儿，你赶快往这儿下啊，你如果走到这儿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走到这儿，我就把你封进去啊，你活了之后，我再来吃你这块啊，这个呢？是我们大家的一种想法，这也当然也是一种乐趣，但是呢，这并不是说真正的一种精髓。飞这步棋，如果我来下，我也会跟胡伟健一样的落在这个点上，但是呢，我的想法呢跟你有一定区别。如果这个棋要往那压，我呢先搬一手，你一手吃不掉我的同时，我呢一手会飞到这儿来，肩在的时候是飞不住，对吧？这样的话呢，让你做活，是不是？然后我再动。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走这儿，因为你压或者肩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会强行的把你分断，对不对？我就走成了什么呢？两点必得其一。这个下法呢，我认为啊是比较客观。你这个下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主观一点。是吧？那跟看局后的那个，不过我还是想，不是个第一个感觉还是飞出来没有尖的感觉。对，反正呢就是你的感觉是对的，但是呢你的那种想法内容啊，可能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可能有很大问题，是吧？然后到中段以后，然后我这里拐了一个，拐了一个，这个棋也是有问题。这个不棋，我那我就要批评你了，这步棋肯定是只吃一手，让他做活，然后再在这儿攻嘛，是吧？这步棋没棋，因为他走这儿你就直接单粘嘛，他走这儿你单粘住嘛。这步棋是很缓的一步，然后这有的时候这就掉链的，掉链条的一步棋。关键的时候就不能掉链条，一掉链条就完了。压住嘛，他就压住，你比较紧凑一下吧。这个地方我搬他就凑他那个，我就藏了一个。好，然后他那个，然后我就跳出来，攻他这块棋吧，他这块棋也不好，但这个棋呢，我觉得现在已经出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胡伟健的一种想法很有一厢情愿，但是现在呢，你把这个棋一拐，作战的一种双方的一种优势比例完全颠倒过来，现在应该是白棋在作战的一方来说是绝对的好，所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靠出来之后只有你一扳，
它吹出去，这块就是孤旗，这块旗也是孤旗，白旗这个旗形很厚实，班公是先手，这长野先手把你这包围了，然后呢这个旗很厚，跟这个配合起来把你这三个字包围了，你这三个字跟这三个字都是一块旗，你无法去逃避或者无法去很轻易的转身，所以说呢在作战的时候呢，这又是给大家一个提醒。第一点呢，胡伟健他在攻击对方的那种感觉是很良好的，但是呢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绝后的一个连贯性的手段，在关键对冲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连贯的思路和手段的依托，是吧？是，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作战的一个攻防逆转也是最后棋局的一个分支点，对吧？分叉点。嗯，好，我们来看看。我没有直接搬，然后先想把这个棋整一下行吧，然后这种手法好像也不好，像靠住或者怎么样，可能反正比较困难，因为你已经下背了，现在已经比较被动了。然后我这块棋基本上暂时把头虽然不是很畅了，但是暂时就没有那么缓，稍微缓和了一点。然后我就开始补这块棋。长，跳回去，贴一个，然后长一个，搬出来，这块又暂时。稍微缓和了一点，然后我就那你这个棋你应该走个调子，你应该拐一个，他走过来做就是就，然后你再往这搬嘛，这样顺调嘛，要不然的话被他压过来，你这棋也挺痛苦的嘛。你现在你只有防守，没有反攻，比较被动。整个形势都比较被动一点，然后他基本上还是跟着硬了。他把这个你尖，他没有压，可能我比较难受一点。他尖出来就稍微松缓，这棋稍微松缓一点。出了个头，这两块基本上好像在被缠绕了一种。不，现在这个棋啊，他在这个地方作战的时候也走了几步还手，你这步棋啊，他没有必要跟你走，他应该是往边要拐一个，你要往这退的话呢，他然后再往这拐。这虽然尖是先手，但是呢很损，他一跳以后这还要加嘛，这个棋这样下的话呢，应该是白棋主动，但是呢，白棋这样一般。帮你走后，然后再往这一尖，对着一跳，舒缓一点。这个棋这还拐到这儿了。这个棋我觉得黑棋啊，在不知不觉中间呢，把两边呢都能都兼顾，基本上都兼顾到了，但是形势还是白棋好，感觉还是。这个倒很难说了，这时候，这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取得攻击的效果。好像他的目的好像不是特别明确吧，他好像觉得他自己也都还不是特别厚。对。然后他先。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能光跟着人家走棋嘛。有的地方该脱先的地方还是应该脱一下先。所以说。好，我们来看后面的一个进程。到中盘应该是比较精彩，对。我贴了一手，这个贴好像就要第二点吧。对，我觉得。然后他还跟着硬，这个被我搬的肯定受不了。对，因为你现在在讲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贴，就把自己吓活了嘛，对吧？然后呢，他这个棋啊，反而成了一个孤棋。我就顺势把这形状顶一下。在快棋中间，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的快棋比慢棋好，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不是，我下快棋也不是下慢棋也下得快。
是吗？计算机用的时间跟那个实际上差不多，就对手可能用的时间长。哦、就是你快棋也是，也是快，慢棋也是快。嗯，反正就是说反应灵敏。反正我用的时间都差不多，快棋或者慢棋时间用的差不多。嗯，但是对手可能就想的那个。所以说呢，有时候呢，快棋下出一个感觉说呢，很就是棋形啊，或者有些妙手很自豪，但是你经常会出还手，这不就顶着说你舒服了吗？你舒服这个棋，大头一震嘛。所以你这个棋，我觉得你应该往这补一个，这地方还要打入，这是焦点。嗯，补到这儿来，全盘的控实控来说，黑棋还不错。不，我觉得它那个形状可能不是太完整嘛。就是、形状不完整，但是先便宜一下。你要走到这儿，我想请问你，我正式先找的后手。正式先手，这对啊，我正式先手，你在这里面做活的话，这些控全都是白棋的。先把这个头先转过来，你就过来。对，这个棋就是有个主气之分嘛。嗯，这个是吧？这个比较急。一点，嗯，这个以后走应该还走得到，是这个它里面顶的话，我估计会脱线或者怎么样，但是好，我们看一看，是后来这实际上它双了一个，实际上它没有那个双了一个，嗯，这很遗憾，错过了一个战绩，然后我还补了一个，嗯，这里我补了一个，这个脚上感觉总感觉有点薄。现在我就补到这里了。你这个棋啊，你这个棋呢，我就建议你一下，就是像这样棋补棋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棋我如果不走的话，对方有什么棋，你的凭感觉的东西很多。你比方说你的口头禅就是我感觉，知道吧？因为呢，你作为在记者这一行来说的话，你是很有自信的，包括参与。还有很多那种节目是吧，但是呢在下期来说的话呢，我就觉得不能光凭感觉，还要算一算，对吧？今天这盘棋呢，胡伟健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种作战的构思，当然呢很遗憾，他的想法都是站在对方不能成立的变化去算然后呢在攻击全是攻击的一种方面来说的话呢，一厢情愿的成分稍微多一点但是呢有那种味道了已经有那种味道，具体的算术方面可能还要加强一下，这方面要加强对，今天你呢这样，你把那个今天呢这盘棋要摆出来嘛，我们教，而且呢你也有鼓励那种作战的那种意思，对吧？你来谈一下你的感想，就是说对攻和防的一种感想。攻和防的话，就是感觉要那个下子要紧凑一些，不能太松缓了。这个具体的招法，这个比如说这个拐，或者后面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顶了或者怎么样，都下的可能稍微有点松缓，不是很紧凑。那你这样，我再替那个观众朋友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再来把鼓励的攻击和防守，跟你的攻击和防守进行一个小小的比较，可能具体简洁一点啊，可能具体的算路啊、招法方面可能差距是很大。是吧，差距是很大，但是说可能有些思路方面可能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就是作战的这个大体的方向可能还是就宏观的地方霍建很有自信跟鼓励一样，但是呢在具体的招法来说的话呢，不能这个，这只能说一下可以，但是不能练对吧？好，今天我和胡伟健呢，为大家摆谱就摆在这儿。希望棋迷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节目，和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看我们下方的邮箱地址和热线电话。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可以与我们联系。本期节目我和胡伟健就为大家摆在这儿，谢谢大家收看，下期节目再见。